年靠着乱刀流闯进决赛，前两轮就打出了38支，让大家印象很深刻，一鸣惊人。今年有什么样的策略呢？想说刚开始先用右手打看。哦，对，因为你刚刚你有听到小破说叫你用右打，对对对，今天的 是真的吗？今天风向对用左打比较有利。因为昨天有来这边看志贤用右手也打全垒打，我想尝试看看，对啊。哦，所以哇，这要用右打来打看看，大家就被开玩笑啊。哎，还是全垒打大赛冠军比较重要，是不是？好啦，我们欢迎杨耀轩上场打击。我刚刚以为前面讲了这么多，最后还是说这个一切都是虚构，纯属虚构了。真的要比，还是要在左打是比较好的、啊。哇，不过去年杨旭在全垒打大赛的表现呢，真的相当惊人了。前面两轮来讲的话，23发加上15发，而且总冠军呢，跟林志升来讲的话，他也是打了14发，有45秒的暂停时间，现在2分30秒的时间。姚勋准备就打击区的位置啊，现在开始吗？这也是姚勋第二度参赛，去年是替补的身份，今年是正式入选。准备好了吗？而且姚勋也是周教练最看好的有力人选啊，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表现。我个人是真的蛮看好他的，因为第一个他打击爆发力有以外，他的体力也很不错哦。哇，第一球就把球扛了这么远哦，直接出场了。是已经获得加时的奖励了。啊，担任杨耀勋的卫球投手则是蓝队团队的刘家豪教练。冠军赛呢才败队，但是是非常好的成绩了。昨天看到蒋志贤打全垒打，应该真的对选手有很多的刺激跟启发。对，杨耀勋刚刚也特别讲到这一点了。哇，我不会相信接下来这几球这个仰角没有起来哦。今年在例行赛的姚勋一共是挥出了2发全垒打，打击的手感感觉是逐渐加温了。现在时间还有最后的1分33秒。哇，这个是现在界外，可惜了，停了一点了。啊，别忘了有45秒可以喊暂停的时间哦。到目前为止用了1分钟的时间，姚勋在第一球就挥出了一支出墙的全垒打，不过接下来还没有办法再度开轰哦。哇，应该可以善用这个暂停的时间哦，杨耀勋。在比赛剩下最后1分04秒的时候，杨耀勋选择叫出暂停了，所以前面等于差不多用了1分半的时间哦。嗯，第一球的感觉相当好，不过这个感觉并没有延续下来。对。不过刚才他的打的几，然后打了2球3球，这后面那一个，这个麦好像掉下来了，那个整理一下花了大概10秒左右，这个有没有？这个我也帮他加回去了，照理说应该要加回去哦。我现在戴上原住民的幸运这个勇士头盔了，看看有没有加持的效果。耀勋打了一支，那第一支的有加10秒，有加十秒了。刚刚那支全垒打来讲的话，因为是出场的关系了，所以也有这个10秒的加持奖励。我先来看到杨耀勋在最后这1分04秒的表现，哇，这个球有。这一球感觉又是出场了，不过就看是界内界外啊。果然戴上去就展现实力，非常的有用。刚刚应该是一个界内球啊。嗯，这个球应该也有。第三支也跟着出现了，而且姚勋现在有20秒的加时奖励。比赛剩下最后的不到40秒的时间，来看一下界内还是界外。界外。哦，很可惜的，刚刚那球并没有在界内。还有30秒。哦，这个球应该有机会哦，看界内界外而已。哇，还是拉的多了一点哦。还有不到20秒的时间，姚勋目前累积3发全垒打，最后的10秒，20秒的加时奖励，跟稍待一会30秒的金球时间。哦，这个球，还不错哦，一样是在右半边，看起来没有问题。第四红出现，好，时间到。所以在前面的2分30秒时间，姚勋是挥出了4发全垒打，跟小破只有一支的差距哦。全垒打，不过时间对姚勋是有利的。对，5支，好，刚好现在是有连2支出去的，对不对？
我们大会告诉我们是有两只，对，根据刚刚工作人员的确认哦，对，有一只可能交界处的这个球哦，那经过确认之后又有是落在合法区域内，对，可以。两分三十秒来讲的话，已经是挥出了追平小破的五轰哦。所以现在还有加时二十秒，哇，这个球应该有机会哦。在右半边方向出进去了，全垒打。哦，不过刚刚裁判好像也确认了，刚刚是一发，球也应该没有问题，是出场的全垒打没有问题哦。在剩下不到五秒钟的时候，杨勋再追加一支。所以二十秒的加时奖励完之后，杨勋已经是确定了取得了晋级下一轮的资格了。现在呢，要进入三十秒的公益金球时间。哎，这个很重要，哇，这个很重要。其实小对对对，的确，这三十秒很重要，这个应该做公益哦。我欣赏这个态度哦。对。杨勋这边还有四十五秒的官方暂停时间，可以让他稍微喘口气哦。不过就在这个原住民的勇士的头饰加持之后，这个杨勋感觉真的如有神助啊！对，黄金存折五公克给我们的公益团体。我也希望杨勋可以趁着今天的风势哦，要多打几个这个公益金球，全垒打。没错，今年的公益活动的话，台湾银行每一个金球都会赠送黄金存折五公克给花莲玉里天主教安德启智中心。希望能够帮助到需要关怀的弱势朋友。哇，有点累了。哎，来看一下这球的落点。右半边。有了，没有问题，在界内。谢谢耀勋。所以五克的黄金存折。三秒，二一。出去。看看这个球。最后一球，来看一下。还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所以在金球时间，杨勋是再追加了一支。总共八支全垒打，也积压了小破刘福豪的五支，那也继吴宗勋之后呢，杨耀勋取得了晋级下一轮的资格，并且也获得了五公克的黄金存折哦，要来做公益。那比赛进行到这边，邀请观众朋友再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我们转播的现场。